大家好呀，我是大嘴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全屏植物的大招吧，记得给大嘴来波三连哦。第一个植物，连小鹏。好家伙，我以为这个植物的大招是会吐水什么的，没想到居然是发射导弹，这和它的外表完全不符合呀。下一个植物，竹园外。嘿嘿，这正好要快过年了呀，竹园外这个大招也太喜庆了吧。下一个植物，辣椒投手。辣椒投手的大招很简单，就是把他们的辣椒给扔出去，不过这扔出去的辣椒数量也太多了吧。下一个植物，板栗小队。这个植物的大招也可爱呀，把身体里的小板栗全部召唤出来，一蹦一蹦的。下一个植物，玫瑰剑客。这个植物的大招有点帅气，这漫天的剑气，这个巨人僵尸也太惨了，直接就被刺死了。最后一个植物，芦笋战机。这个植物的大招特效也挺好看的，不过这个伤害看起来好像有那么点刮痧呀。那么今天的这些植物，你们认为哪个植物的全屏大招最好看呢？记得留言告诉大嘴哦。